这是台湾人民共和国工作室总统2024年大选座谈会，前会哈、哦，所以我们是反对低薪、反对高房价、3GECS 三好政策加一西斯哈。好，今天我们可以很高兴看到黄正义，黄正义好，我爸爸，你爸爸，爸爸会管二。我是黄正义，爹花八八会馆100亿，呱呱呱，郭泽敏在坐牢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侯蓝鸟，你八八，我八八，大家都八八，我们都知道，不敢说。好，这是侯蓝鸟，这边柯白兔、柯黄兔还有。柯粉红鸟，你八八，我八八，大家都八八，不敢说了哦。那这边还有一个，赖地鸟，你八八，我八八，大家都八八。我们这次八八杯哈，走标就是赛跑的意思哈。我们先来看，先来荷兰鸟来。荷兰鸟来看看，哦，跑好快哦，跑好快，我们看它跑，然后我们看粉红鸟，看粉红，跑好快哦，快跑到，快跑到那个黄正义那边去了。咱们再来看小白。小黄豆看看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是小黄豆哦，小黄豆也会跑诶，跑得好慢哦，就在这边急更，好，我们再来看小绿鸟哦，赖绿鸟看看，可以跑好久，这是跑，小绿鸟跑昏倒了，好，好会跑。你这个三个都跑了哈，好，我们进去先比赛，第一次比赛哈，没关系，这个跑就是柯文宏，柯文宏，柯文宏第一名呢，小蓝鸟第二名，小蓝鸟跟哇两个差不多，两个第二名，然后小黄豆第三名，好。OK，拜拜。